看这边有一个洞。有声音，你在这边等一下，我稍微过去看一下。好，过一下，鬼哥先独自进去那边看一下。退吗？先暂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
阵子。好，我应该教过你。新的驱魔刀还不错吧？这一把战力感觉比较强，比上次那一把更大。嗯。上面我已经刻好符文，总算大功告成。还有哪一个不怕的？本来他是长得像剑，这下他真的变刀了。嗯。今天驱魔刀满血复活，看看还有哪个不怕死的家伙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急着走。嗯。
之前进去山区的时候，我身上都没有带任何武器，但是这样子实在是很没有安全感，加减还是要带这个，除了防身以外，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多。现在灯光往下照，